票。今早一只三千，一只开一千，卖开四千，开三千五，三千五买两千五，总回来。我的是本钱要给你两千，两千，总给你全部。十外斤的嘞，十外斤，这里他要吗？十二斤，还够一箱嘞。也有啦，也有。你唔奈拢，你奈还用收啦？啊，你问题你空间数无，我知我咩在成本。你要吗？啊，这只都唔拿了啦。没有没有，他那个先生他要。好，真等价，我们没价。我知道啊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它破掉了啦，太重了。好，我叫两价，来，等嘞，过来。冰淇淋一刀一嘞。这个大对不对？这个可以啊，这两斤，这两斤较大啦，比较大。这两只较大只啦，你咧较细只，啊，多只迄个，有只四点一啦。我啦，同款同款啦，同款啦，无咧超过你啦，两千啦，迄种照本的啦，无咧甲你赚八块银啦。刷电脑唔是唔是去查资料啦，是我较内行啦，你较内行。新会长。靠腰，这一只卖一千块，无你咩好赚？赚到一千对。刚两只两。造出来妹妹好玩的，造出来跟你分享的，好漂亮的，但是我不会煮啊，那个还要去淋的，对，我还要去淋。来，我教你两道菜，还要那个头怎样处理无？会晓。这个头来，我教你一道，我有经验。烧水来，甲烫落去，啊是你规条甲嫩落去，你磨肉先磨入去哦，你刀口就剩这个头，啊，这条等这条水滚。你甲弹落去，若像落要煮熟啊起来，你用针丝啊，甲这头敲敲的鱼咱都抹掉。这条头的皮是 Q 的，你若无去，甲这条头的鱼咱敲无清去，食到鱼咱无满，你袂爱食。啊，上好食胶原蛋白的这条头壳皮，非常的赞。安尼甲你分享，知无？哦，阿妈心你都无摕落滚，安尼拍算这种甜的，这袂经过穿烫。哦，来。你吃来，我同款来一手分两只，你吃过来两千，你无得买。边啦、啊。来。阿爸，几尾鲑鱼？几尾鲑鱼，哎呦，鲑鱼。有熟无？足熟的。有够熟。好平。咩？现在我就是要甲你熟熟甲卖，怎讲会掉？好。用两个都好啦。伊咧手机讲我甲卖较熟啊。直接一千，天哪！啊，长得袂安尼，欢喜，那就是任性，卖鱼的很任性。来，嘴巴里面有鱼。对呀，这只哈，乖乖，来，我来这，我这只大只来。真的。这条三百只诶，啊，这两只啦，卖讲一捆卖到完啦，讲一只一千来。进来，来前面，来老前面几只几千，还有一只鱼哦，哎上来上来，买一送一哦，来过来几只来不只进哦，买一送一，对对啊，我讲我讲到几条鱼来几千，很老啊两百，这比九班的身价贵了十倍，几千几千不只挂虾，这个一箱多少？拢是新。一千七。一千七。阿公，一只他要来十块。来，这只，这边啦，卖千八、千七、千六、千五、千四，找一个，一千四。一千四。阿杰，等你找。一千四。一千四。因为咯，伊线条鱼来做活销，来袂较紧，袂较凶啊。现捞啊，现捞啊，就是现捞啊。七块。来啦，一摆要一公斤的，一斤安尼，一斤带千八，一只带二百五，带二百五，两只带五百。来，袂较紧较凶的就好。来，七块。
三百块。都一百块。哦，这样。老板娘，你来红的啦，我袂让你失望啦，袂搁收钱，等下替你一百块，替一千啦。我捡到了。阿金哥，你没有玩没有？哎呀！哎呀，头拄啊有偌多呀？你遐头拄三千嘛？有啊，我讲。啊，七落来，七落三千，七落三千啊。刚才遐头拄啊三千嘛。啊，我讲过啊，来做。啊，这都银花路啊，超漂亮的银花路啊，线条比做外销啊，喜欢的来一二三，来十个客人。哎。水不？超级的美。哎。罗伊在的迄个 LV 的等级就是这组的，哎，直接外口开偌济，开咧两百，开咧400，卖开400，开350，300来。这大只银花罗伊，三百，来300，贵处处，罗伊内底上贵的就是这個，300。来，要吃够来。今日外口开一只两百几块起条。后壁一个。300。来，从最后一箱，要吃紧甲用，这鱼仔清清淡清清来卖，熟熟甲卖。来，300。左边，来300。上面你奈拢唔免到带，拢安尼创啊。阿爸，还够有路银花无？好啊，百五来，最后一只百五来卖卖掉。来，还够有啥？你八块起多是啥？OK啊，来啊。腰身啊，有水无？有水无？水呢？你甲看，吓死人嘞！大只哦！吓死人啊！来啦，这只有水，这菜价啊，哪里抬抬？这一只三五至四百，啊，若餐厅要食这一只，上少爱1000至1200。来，哦，这现头啊，这些太水了。卖出去外口呢，抬咧1500、1800，唔免，家己登去抬。会使烘的，会使煎的，会使煮汤的，会使炊。卖开1800、1700、1600，唔免1000。很好哎，要吃乌鸡啊1000。啊？要不要我大只啊？你也家己讲啊。我大只啦，你这上桥啊？卖2000，伊拄只无拄啊是2800至3000嘛，卖30002500，就叫我要吃迄只，1500，啊来啦，装修啦，紧就好啊啦，是啊，啊鱼啊老了，我们压杂死，来，过来，招过来，外口凊彩互你开900，卖开900，开800，要吃的哦，行，4个8个客人。8个客人让我服务，开900、800、700，好啊，600，那你，嘉娟，我阿哥，500来了，阿妹啊，来来分钱啦，吓死人，这水，500，这大只啦，一只斤半，两只三大斤啦，来，吃现捞的，前面两个，来。来，存两个无啊？没有了。阿伯，你帮我让我拍一下。你要拍哦？这个啊，超美。好，我拍照。哎，那谁呀？我是吧？哎，我是管理。好嘛，姐。你看。哈哈哈！你们没有。还有，最有啊！
后来我要开始卖一挂有效的物件来，迄、那个，迄间行过云台，我起来送。太骚了，那小气。我预先给我送，以后我要来送蚵仔。恁听好，今仔蚵仔要开始送了。来啊，我鱼鱼甲我鱼头甲开开，来，一人买一份就好。一人买一份啦，这今麦无原料通我切啦，开到开了。来，要吃紧啊！这是银龟。是无？就是这尼啊水，我这个不止 A 等级啊，这是 A Plus 等级的。这你若去菜价啊，干一个料落去，上少爱百八至两百。阿莫炒啦！有足侪声音。哎呀！两袋来，三袋，三袋外口来开偌济，开五块四啊。四袋来，四袋开七啊二，卖七啊二，五袋搁加一袋。我哩只有这两箱啊，今仔要来销售。卖开九百、八百、开七百、六百后来五百。大袋啊，五百。哎，这只有两箱啊，要提来三个。来五百块，来五百。后面两个。那个鲑鱼跟那个鲑鱼有一个是空运的，对，那个是那个就是一般的，对对对。来，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吗？哪里？那个跟那个比较像，这个是空运的，你看它油花很漂亮，有没有？对。那这一台是多少？来，五百块。可能要三千哦。一，三四千吧。三四千，他可以买一份一份的。我买了吃三个，吃三个，我可以买肉吗？可以买肉啊。哎，变作锅的了。来，你拿。阿彪，刚传一个，阿彪，你一个，阿彪，你一个。刚才两个，我等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知道今天卖什么。好，卖掉了，我卖一个啦。加一百块。来。从最后两箱无货啊，全部缺货，全部量产，全部停止，因为无原料。来，拄则是银龟，现在是智利鲑鱼，智利鲑鱼行啊，油花智利鲑鱼较贵，因为行油花较好食，吼、哦。来，一片来，两片来，三片。这外口一片同款二啊五，三片开七啊五，卖七啊五，七百开六百，五百。智利鲑鱼，吼、哦，这智利鲑鱼是即卖一直起，一直起。我存这个工厂也无在条，搁生产咯。反正剩两箱这个，给我送四袋来，五百块来，五百块，谢谢。来，再讲贵一点，过来，五百。那我要一份。五百，好。来，五百。等我一下，三个。来，五百。来五百块，工业找小孩啊，找钱就好。好，最后一个。没啊没啊没啊。等我一下。没啊。后面的。好啊。你安徽刚才说的。好啊。啊哟，啊你安徽刚才搞袂掉你哦。不啊，你的龟我嘛来啊，进来来，这下脑啊拢缩缩了掉。安徽刚才讲，下脑这下要啥个安徽刚？有人才搞一台一百八十拢这下脑啊。伊咱刚刚我用完啊，收收钱钱的就好，哦。阿伯，等我讲嘞，一台斤的钱老话就爱三百几块。啊，不要招啦。来啦，我卖较紧的，好卖。我今日要给钱来。这阵都没有吃过，对。你拢讲做嘉隆幼稚园的哦，拢食菜的哦。啊，不会当幼稚哈。饲有饲，但是卖真济，啊，但是伊哦，这野生的真鲜真甜。很好吃，啊！有的人，我跟你讲哦，有的人爱食鱼啊，就是爱食有刺的，无刺的嘛，感觉撑到无装逼。来，唔好搁等啦，搁等你就买无，你是六个人计三，一百来，我要。
唱唱的花乌，花乌做啥？很简单，来时了，嘎嘎嘎，这只鱼啊会飞，叫做飞鱼。来，这个嘎嘎以后，鱼咱嘎嘎以后，要说说真真，你若较老的，正咸水做啥？椰干，就椰干哈，答对了哈。这花乌，你咱台湾真有名，一只很老啊，哈。你要干嘛？你要飞啊？对，来，我带你飞。你要去盖鸟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？笑不出来，热到拢在喷气，红内衫都透气。来，山咧做大水啊！来，我要出偌济？一只飞乌外口才100，餐厅鱼的刚用到好，一只飞乌200，来三只，一只来两只来三只，三只外口开300，卖300开鱼啊个，一人买一份哈，卖开百到开百五，100，一只我3块，100块，要来100块，来，我恁吃一粒现捞的飞鱼，然后要收收钱真的就好。来，一帮人餐厅来插几包不在位。
要不要？你妈妈先移动。要不要？来，这边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结束了。